大家好，我是川哥，我老家的房子一个大石倒在那房上了，看嘛，今天我把哥哥叫过来，还穿上我们三个人把他拴开哈，要不然那个房子倒垮了就麻烦了。那个树还多大哟，是个荔枝树，全部压在那房顶上了。你们给个方案看看，那个树啷个来砍呢？站到房上去又怕塌下去了。过去整了。不行了，大概十斤了，拉上去。一二三，都不离呀、啊！我们就用的那个锯子，如果有电的就快了。毛铁毛铁，我拿毛铁啊，我用毛铁穿。看嘛，弄大根的吧，拿个毛铁弯到。上面拉的，我上面那个。我忙完了，走，剩下的过去弄都不动。我就去邀请三个人啊，追起来，哦，起来，一二三，来，这是哪个东西了？哪个东西拿下去了？他们在后头开始说啊，我进来做个酸菜叶。下面的勺子切的哈，将它弄两个菜。上个去买的水呀、啊，那个天是不喝水不行了。来来来，快来！我都狂了，我的饮水好些。好爽啊哈！在街上买的烧腊，哎，豆干儿，还煮一盆鱼哈，就吃饭了。好嘞，再来。啤酒又不是白羊蛋，啤酒喝的，三哥，你不喝白酒啤酒，这个忙够了。三哥，你真的不喝酒，不勉强。不喝不喝，哎呀，回去。来吃。今天中午干嘛？煮了一盆鱼哈，有卤菜，炒的空心菜，先那个鱼。今天下午终于把那个树弄完了。不是两个哥哥来的话，我还没有办法哟。我自己在工地上抹灰，好吧？三个来的，他有经验，晓得啷个去整，啷个去把那个树啊，就是说不伤到那个房子。如果说没得经验的话，乱整的话，上面那个鱼皮哇就整了哇。讲起切哈，三哥。跟切跟切。你看那猪头肉安逸哈，摆一下。可以去切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我懂了，有点辣哟。这个说看起简单，做起难喽。整了一上午，那我在红烧光的啥子？开去啊！你这声音太大了啊，吵人了。的？那是八二年的老红烧哈，开去啊，开去啊。也是难喽。好吧，转得糊里糊涂的。还是凉快些哈，那肯定是。兄弟，你来吃了。好呀的。我来切鱼。你们先切吧。
人家把他当神医是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工具的。三个来一个，完了我就跳房，知道吧？来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我有了，哥哥完了。嗯，我有了。我也有啊。你做饭辛苦了。太客气了，好了好了，还少了呢。我来哟。我来呀。哇。没弄大个。一个月还有几斤呢？是白的。好，今天忙了一天，反正就是那个简简单单切哈，视频就分享在这里哈，谢谢大家支持，再见，拜拜。